我们1500安的一个受限制短路，就是说我们 ICB 的368附录耳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有一个样品啊，你看一下。那我们也有一个一类产品的一个电源。那么我的火线接在这个上面，然后另外一个极性是接在这个地线上面，然后在它过载保护这边，我给它和地线短路了。然后对上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操作。首先我们打开软件，我给它开始充电，我设置充电电压220伏，然后测试时间两秒，我先给它充电。然后到了220伏以后，我开始放电，开始测试，测试时间是2毫秒，开始测试，8秒后会自动有点电了，能量有点大。好了，这测试点。数据时间啊，峰值电流，没测试出来。